我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，一定就是打给我的老公，要跟他道谢、道爱、道别、道歉。但真正要告诉他的是，真的好感谢他这辈子娶了我当老婆，因为嫁给他，我好幸福，他是我的神队友。谢谢老公一辈子这么宠我、疼我、爱我，我很幸福，我也很满足。万一我先一步离开，我很希望你可以继续这样的幸福。就是如果有一个能够疼惜你也会照顾你的人，我觉得 OK 哦，真的 OK 哦。谢谢你这辈子我真的过得很好，因为有你我更有自信，因为有你我更加精彩。我们要当七世夫妻，已经第七世了，以后换换口味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